没办法。赛博游戏，你是说哪一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意志来着？沉默的意志是不是？沉默的意志，看一下，玩玩看啊。Fantasy Map Simulator 试玩版只支援到历时700年而已，9月4号正式上市。OK，好了，先看看啦。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生成地图？生成地图，地图外观哦，还可以调，酷哦，还可以调是不是？国境线宽度，哦，海岸线宽度。OK，啊，没有音乐哦。这个没有音乐吗？菜单选项、语言切换、繁中，哎，有了。啊，没有音乐吗？地图编辑，哦，还可以编辑是不是？清空地图，放置大陆，忙到都玩不了新游戏哦，那、啊、就没办法啊。现在不就是这样吗？就是最近都很忙啊，很多事情要忙。这什么意大利，弄一个大一点的地图好了。知道吗？舒服了，共济会模拟器，一二一，哎，这个再把它弄大一点，一二三四，我们要七大洲，一二三四五六，还少一周，南极洲。OK，好，就这样，南极洲，然后嘞，生成高度图，编辑国家啊，哦，还可以编辑国家。先编辑高度吧，地图精度就这样。哎，啊，为什么我地图变这样？哦，靠腰，他把那个啦，有没有黑暗大陆？我不知道哎，这个好了啦，南北开战怎么样？南北开战，国家数量，文化级，西方幻想，东方架空哎。西方幻想，可以帮他改名字吗？关闭，可以吗？23昨天刚从九州回来，结果今天就大地震，以后出门要多拜拜。皮皮共和哦，皮皮共和国，皮皮联邦好了，皮皮联邦。啊，什么啊？生成放置国家。他说全国家特性全面战争哦。每跟一个接触的国家都会发生战争，核心守卫在领土核心上面战斗力会增加。皮意志帝国，哦靠，腰怎么那么大？哇靠，太大了吧！然后随机国家训练有素，牛津郡国家不畏强权，我们再弄一个叫做叫什么来着？滑水道乐园，哇，奋战到死，永远不会投降，会战到一兵一卒，不畏强权。滑水道乐园神拳国，帮他多弄几个那个好了。哇，他直接被车啦！滑水道乐园神拳国跟痞痞联邦联盟啊。怎么一开始这游戏没有音乐吗？它没有任何音乐哦，好像是哎。完了，滑水道乐园一直被攻占了，是不是？而且为什么这边会有大量的蓝色？是什么意思？淹水了是吗？淹水了吗？春天，完了，滑水道乐园神拳国啊，不行啊！滑水道乐园神拳国颁布了紧急动员令了，招募了8个军团。完了，要被灭了！重大事件，招募了5个军团，紧急动员。滑水道乐园被痞痞联邦灭亡了，直接没了。看，还敢在滑水道？他哦，他可以给命令呢，自主停止外交，关闭叛乱啊！先停止所有战争啦，然后我们先把国家先弄出来好了。看一下文化级。东方幻想啊，赵，还有二战呢，可以用二战呢。骑兵传统，来弄一个，
要叫什么？先暂停游戏。要叫什么来着？这不是观众自己做的啦，这个是那个幻想架空地图模拟器。刚刚九州回来，今天就发生大地震，哇，还好没事啊。今天那个蛮严重，听说开国十分钟，有马国，有马国，应该把它放边陲一点呢，这样它这样存活率会高一点。哦，那怎么突然自己就开始了？有马国颁布了紧急动员，哇靠，那怎么突然这么大？不是啊，不是停止战争，那你们怎么打起来了？说好的停止战争呢？哎，真的有马，他的名字直接变口口口了。随机，五马五苏咩？五马五苏咩？五马五苏咩共和国？好，我们把中间那个海洋给消除了。让五马五苏面在中间，这好像可以开盘欸，感觉这个游戏是不是可以开盘？就是设置两个国家，然后让他们对撞这样子。好，那五马五苏面，哇，这个有马国越打越远欸，这么南部，南部在进攻，设为壁纸，地图编辑，信息统计，国力排行。这要怎么看啊？以灭亡国家滑水道乐园，五马五苏妹招募紧急动员令。完了，五马五苏妹哇，一直不断的增加欸，领土疯狂增加。不然我们重开个新的，然后试试看让他们打怎么样？蜀王国、清帝国三小。有没有二战文化？那这款不就跟之前有一款《当上帝的游戏》一样吗 ？O P C P 超，蛮像的啊，蛮像的啊。啊，有了有了，伊拉克帝国、日本联盟、荷兰共和国、巴西帝国也太小了吧？法兰西王国、埃及共和国，我看一下啊，这个感觉比较刺激一点。土耳其、神权国、摩洛哥联盟。什么粪东西啊！挪威王国，还有菲律宾联盟、法兰西联盟啊，这边是什么？阿尔巴尼亚、啊、阿尔巴尼亚，哇，挪威有点强哦。挪威是车人哎，对啊，挪威是疯狂车人。日本哦，日本在哪里？没有啊，没看到日本啊。哪边有日本？没有啊，卢森堡帝国。菲律宾对比利时先战了，普林顿。哦，我还可以军团200人呢，还可以跟随军团呢，可以看那个军团的位置。沙地阿拉伯第17军团，还有海战呢。加拿大被土耳其灭亡了，加拿大在哪里？都一看都没看到。土耳其联盟，土耳其对伊拉克宣战了。啊、不是这个是什么？摩洛哥对伊拉克宣战了。哇，怎么办？伊拉克要撑不住啦！伊拉克神权民族特性游牧。P C G W A W A R O P C com。感谢。完了，伊拉克风中残烛啊！怎么办？他还主动进攻欸。发神经，因为伊拉克在伊拉克右上方哦，哪边？怎么突然就和平了？伊朗、伊拉克怎么两边这样子啊？部落，哦呦，哇，伊拉克神权帝国有点厉害，我靠！摩洛哥打输了，真的假的啊？伊拉克国家行为扩张。点举地图哦，建造新大陆，还可以帮他增加那个部队数量。不过土耳其是怎样？野战精英选择最弱小的国家发动进攻，然后伊拉克是什么？国土防卫，在防卫的时候战斗力增加。亲和力列表哦，他跟保加利亚的关系很好，丹麦在上面
他说唯我独尊，游戏会自动进行吗？对啊，哇，摩洛哥被上下夹击啦，摩洛哥没啦，上下夹击，对啊，双线作战要不行了，哇，好多人哦，看伊拉克兵也太多了吧，伊拉克士兵太多了，撑不住啦。摩洛哥现在发动紧急动员令了，可是看来应该是挡不太住。土耳其这边好几个飞地耶，完了，要被瓜分了，这就是这个世界历史啊。哎，怎么了？哦，伊朗被攻击了。果然伊朗还是躲不过这个土耳其神权国的袭击啊。哎，没有哎，土耳其偷偷的向伊拉克宣战哎。对啊，土耳其偷偷宣战了，完了，这个土耳其他的部队很大，敌对国家德意志跟伊朗，德意志在哪里啊？没看到德国啊？摩洛哥要被灭国了，巴顿没了。OK， 现在伊拉克双线，伊拉克可以跟摩洛哥同盟吗？他现在变丹麦啦，哦，现在直接变丹麦了，出现了中华。很像欧陆战场哦，没有，就是那个地图模拟器。这游戏连音乐都没有哎，音乐都没有。不过至少把飞地给打掉了啦，下面还有两个城镇。哇，他们家目前沿着这个伊拉克旁边的河流在进行交战。这边中间大平原区域哦，大平原区域。不过这个不知道为什么电脑有点笨笨的，土耳其居然在边境没有先布重兵，有点奇怪哦。但是他这边已经都被收复了。哇，哎，果然哦，丹麦也是双线啊，丹麦也是进行双线，有点凶残啊，嗯，有没有？现在就是伊拉克跟土耳其，还有丹麦，嗯，哇靠，他是两边都打哎，欸，巴顿已经要推到这个赴美口了，土耳其要没了吗？不知道哎，欸，土耳其现在实力应该也是很强吧。目前国力排名第一名是丹麦，第二名土耳其，完了，这个直接被夹击啊！伊拉克从往很下面直接晋升到前几名了，一直不断的鲸吞，感觉，可是丹麦下面的领土要被土耳其吃光哎，欸，挪威进行了紧急动员，哇，而且伊拉克我们看啊。他现在目前边境只有这些兵力而已，1、2、3、4、5、6、7、8、9、10、11、12、13。哦，那土耳其的兵有点散啊，有点分散。没有马来西亚吗？没有啊，如果要的话要自己加。没有 BGM 啊 ，BGM 吗？好，我找一下 BGM。Suno， 那我们找一个史诗级 BGM 怎么样 ？Suno， 我看一下啊，史诗 BGM 有没有什么史诗 Fantasy？Epic， 找个 Epic 应该有吧？什么放什么皮桥牌香肠 ？Epic， Epic 有了。Playlist， Fantasy Epic Music 有吗？哦，这个啦 ，Epic Metal 这个啦。这样有吗？丹麦翻脸不认人欸，丹麦翻脸不认人欸，同盟国家意大利，我见我来，我见我征服，我要帮他发起战争。埃及直接偷偷向丹麦王国宣战，好吧？我要这个偷偷涉足这一切。我觉得这个要停止战争的吧？我觉得他要跟伊拉克暂时先握手言和，不然他们会灭国。丹麦现在太强了，中华王国龙之气。
土耳其也要宣战啊？没有啊，土耳其现在战争目标敌对国家啊。OK， 这样啦，这样，这样，这样。啊，这样就对，这样就对了。完了，埃及撑不住啦！埃及要被灭啦！伊朗敌对国家丹麦，他没派兵，伊朗躲在后面。埃及最后的这个开罗，他最后的机会了。啊，怎么投降了？哎，怎么敌对国家伊朗、同盟国家伊朗？哎，他们怎么停战了？全停战了，现在土耳其跟他单挑了。靠腰，伊拉克直接背叛啊，偷偷宣布停战。完了，随机的，对啊。哇，那怎么办？土耳其412，我觉得打不赢哎、欸。615，丹麦真的是兵多将广，可是这北面居然被打穿了，怎么回事啊？哎，丹麦北面被打烂哎！我看啊，丹麦的特性是进攻的时候战斗力增加，无视地形，然后有骑兵传统，全面战争，每与另外任何的文明接触都会开扁的。丹麦。确实啊，现在是怎样？现在是互相做口袋，是不是？互相做口袋。哎、欸，小鱼安安，可以放莎莎给油吗？那个有版权啊，不行啊。对啊。哎、欸，没有哎、欸，收复了、欸。他们把兵调回来就收复。哎、欸，突然就停战了？怎么突然要停战？啊，不然结定盟约好了。OK。OK， 反正这边目前挪威也没什么事情嘛，对不对？结缔盟约，我帮他结缔盟约。好，发起战争，丹麦对挪威宣战，哇，精彩啊！结缔盟约，别打了，别打了。大家都停火了，同盟国家要开战了吗？哦，来了来了来了，全面战争，八国联军，海的另外一端就是敌人，哎呦，刺激刺激，哦，打响了第一道枪，而且竟然是两面夹击啊，土耳其也派兵来了。草履虫哦，不是草履虫啦！哦哟，刺激哦，刺激哦！远渡的人打赢是，因为趁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那时候部队在另外一边嘛，他们原本在开战，我刚才帮他们强制停战的，结果土耳其打不下来哦，打下来了，完啦，挪威，他们这边还在开战啊。他们这边还没打完啊，雅丁，挪威王国不行啊！啊，你的部队咧？啊，没有派兵去帮忙哦。完了，有啦有啦，我现在目前看到这边也没有啊，好像只有挪威自己一个人扛哎、欸。敌对国家完了。啊，为什么他们都不合作啊？是谁？沙烏地阿拉伯啊，有啊，有一个部队，可是他是逃回家哎、欸。他、啊、为什么逃回家啊？哎、欸，那、啊、怎么撤军呢？这就是皮皮平常操盘的样子吗？是。哎、欸，怎么突然停战？打打就停战啊？对啊，突然就和平了。那我要发起叛乱。突尼斯联盟，好大规模叛乱，咚咚咚咚咚！哦，日本神权国，
美丽坚王国，南斯拉夫联邦。维京太凶残，真的哎，可以吗？这样子疯狂叛乱，他们有机会吗？朝鲜帝国，跟威尼斯有关系吗？不知道。美利坚没核弹怎么打？不知道哎。他们现在只有一个省份而已，要想办法多扩张一点。匈牙利成功拿下一块。哇，四处瓜分哎！罗马尼亚、朝鲜帝国超好笑，这边有个朝鲜帝国，阿尔及利亚、埃及第二联盟，他不是被灭了吗？怎么又创了个第二联盟啊？突然独立叫埃及第二联盟，哇！哎，土耳其大分裂，好像美利坚有点强。哇，美利坚兵是不是很多啊？他打到伊拉克去了，有点扯。土耳其现在发动紧急动员，但是好像 来不及了。阿根廷，哇靠，随便一个，我才按三四个叛乱就把他们国家给灭了。土耳其扛不住啦，你看丹麦现在也是在对抗这个朝鲜帝国，可是阿尔及利亚跟朝鲜两个同盟了，对，芬兰。哦，埃及最后的兵力，他们第二次复国啊！埃及第二次复国，下面现在首都正要遭受围攻，卢森堡灭亡了。挪威要趁机收复失土吗？不知道哦，有意思。刚刚音乐好耳熟的感觉，没关系，那是 Suno 的音乐啦。哎，感谢极品奶茶，感谢。哦。匈牙利越来越大尾了，可是丹麦还有这边的那个殖民地啊，还很难讲。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第一名还是丹麦，丹麦这么强啊，第一名还是丹麦。哎，匈牙利跟日本打起来了，芬兰联盟。对，换家了，换家了，土耳其最后的要塞了。哦，土耳其最后了，剩下内亚马跟格鲁亚雷斯哦，就是两个。好，匈牙利怎么突然跟他停战了？日本好像有点麻烦哎，他现在让左右夹击。哇，匈牙利这么兵那么多兵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五十六十七十八九二十二一二二，哇，二十几个兵团哎，有没有穿越者在里面哦？不知道哎。阿尔及利亚跟美利坚开战了，匈牙利狂扁哎，南斯拉夫联盟完了，日本。最后两个兵团，哎，有了，打下一个，打下一个，打下一个，哇，又没了，退无可退啦！哇，没了，爆了，沉默了。对啊，丹麦现在头也很痛啊，朝鲜帝国越来越大了，贫穷庸，贫穷庸。完蛋啦，完蛋啦，白俄州。我觉得我应该把这边，哎，没有，这边也开打了。沙乌地阿拉伯现在也在打挪威。中华王国都完全 没在动。哎，美利坚怎么突然要灭啦？哇，美利坚被四家围殴。看来要爆了。一二三四五六，六家，哎，他被六家围殴。太多了啦，美利坚被伊拉克灭亡了，太多了。土耳其最后的最后，土耳其最后的最后，可以吗？还剩下三个兵团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土耳其神权国，现在已经被逼到这个最后的海岸。
一平的海岸线，哇，没了，爆了。哎，还有吗？他为什么还没灭亡？哎，他怎么还没灭亡啊？土耳其历史事件，还有十六个，为什么？哪边还有十六个啊？十六个，他还有十六块地，没看到啊？这个吗？这是丹麦的啊，在海上啊。你说这个小的吗？这小的不是啊。下面小的啊、哦，哇塞啊，这还有意大利耶！哦，意大利原来没有被灭亡啊。最后的意大利直接改写历史，原本是波斯湾战争，现在直接被改写成纽约之战。之战哇呜，听起来超像是某种超级英雄电影。纽约之战，哇！丹麦现在被朝鲜打到一个手，那个毫无还手之力。可是这边他们都没打算要派兵过去帮忙吗？有啦，就是有那个远征军啊，有点远征军。这个兵团还有那个军队人数200人，歼灭敌军数量，所以可以看他们兵团数量。哇，这剩下20个人了。所以他如果军团完全死光的话，就会变零哦。他就会直接被消灭。第三次泰内尔战争，伊拉克第33军团，哇，骁勇善战耶。第二次、第七次、第八次、第一次、第十、第十、第十七次、第十八次、第十九、二十次。然后对丹麦，对美利坚，哇靠，他这个到处打、啊、老兵，他老兵八字清了。刚才看开了200都是德意志打埃及跟苏联哈，这个我就不知道啦，随机的嘛，你可以在那边偷偷操纵历史嘛，是不是？偷偷操纵他们的历史。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哇，土耳其真的没了吗？土耳其灭亡了，没了，完了，土耳其就这样，土耳其就这样了。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他没有陆地的关系啊？好像他们打另外一边的企图就比较少一点，欲望没那么高，对不对？欲望没那么高。哇，匈牙，现在轮到匈牙利啦。伊拉克原本是小弟，现在直接变大哥大了。嗯，想当年差点被灭国的伊拉克啊，嗯，直接变大哥大了，需要点仇恨的种子哦。朝鲜现在跟丹麦已经在这个什么31.7度这里划分啊，东西而治。嗯，这个俗称西朝鲜、东丹麦。西朝鲜、东丹麦这个国境线，31.7度，38度，没有38度在这边呢，38.7，完了完了，中间守卫会尬舞吗？哪个中间守卫？匈牙利，重点关注，匈牙利，不知道哎，这样看起来。丹麦和平之后有可能跑来这边偷偷吃两口，因为你看匈牙利上面没什么兵力嘛，对不对？然后阿尔及利亚是重兵都在下面，可是丹麦其实他兵力很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兵力变得超级少。哇，挪威偷偷打哎、欸，挪威偷偷收复了，嗯，哇，不愧是挪威，原本刚才故意让他那个被多线战争，结果他现在直接。中华灭啦，灭啦，哦，荷兰来了，哦，精彩精彩，哦，哇，超大坨部队，超大坨，挪威打算要跟他们在杨斯克会战，现在是这个挪威对上荷兰，杨斯克会战。这边双方聚集大量兵力啊，可是看起来好像荷兰这边人数比较多一点，可能他的兵建制都还是哦没有耶，都蛮惨的，但有几个兵力很多啊，完啦，这个挡不住吧？
他们用一个前行公式有没有？好像挡不住哎、欸，有没有瘟疫系统？这个没有，这个都是地图模拟器，所以它这个没有那个瘟疫的系统。要瘟疫的话，要玩另外一款那个上帝模拟器，那它那款才有。上帝模拟器那款就有瘟疫系统可以用。中华王国没了，完了这个破口，荷兰直接硬起来了。不愧是各位的这个，也不是各位的。很多人的阿公啊，很多人的阿公啊，然后不想说什么美国爸爸，荷兰阿公啊，是不是？还有西班牙征服者，对台湾来讲啊，那不是想说谁是你爸爸？那荷兰还是我阿公嘞，靠腰嘞，对不对？祖国，三小尼德兰，看来挺多的，完蛋啦！挪威没料啦！挪威明明刚才第一名直接没料对啊，现在直接被打到第三难道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吗？你爸爸是警察哦，别骗，没有，不是说 PTT 之前 很多人都在那个吗？这个梗啊，你们不懂哦 ，PTT 真的梗啊，没有荷兰突然调兵北上叙利亚共和国唯一的小岛，不行啊，荷兰兵力真的太多了，他一瞬间海进来，根本就没办法挡，到底有多少兵力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这小岛你看直接被踩，而且他现在直接走海路，来一个双线作战一个两栖。还要两栖登陆了，利比亚、黎巴嫩应该是要没了啦，感觉黎巴嫩要没了。哇，这个数量一来，撑不住咯。那是怎样？现在这边在打海战是不是？海战发生中，海战发生中，打完了，要登陆了，完了，挪威反攻啊！地理小知识。所谓的荷兰其实是一个地名，真正的国名还是叫做尼德兰，会被翻译成荷兰是因为以前从尼德兰来的商人很多都从荷兰来的。对，所以其实他们的国家名称叫尼德兰，低帝国嘛，低帝国。利比亚怎么偷偷复国啊？我靠，利比亚该不是被灭了吗？怎么偷偷复国了？那该不是被荷兰撵过去吗？怎么原来这一坨是利比亚的人啊？刚才叙利亚啊，刚才叙利亚，利比亚联盟，好像不太对荷兰怎么兵力又没啦？还是他刚才那个只是建制多番号多而已，人其实没有那么多，被包起来的还是利比亚尼巴嫩共和国。有了，我觉得黎巴嫩应该是要被灭了，剩下三个军队，荷兰有65个军队，然后他的省份有56个，挪威有46个，沙乌地阿拉伯敌对国家荷兰完了，这是55+45=64加7，好像没料完了，果然还是要靠朋友啊，出外靠朋友。感谢拉萨，谢谢赠送十分订阅，感谢你。对，出外靠朋友。匈牙利总算把土耳其灭了，土耳其正式从历史的舞台消失，啊，现在土耳其没了，而且丹麦呢，原本的31.7度，现在朝鲜也是单方面的打破了。现在已经打到38度线了，38度线，果然历史是很难，很难被扭转的，相当难以被扭转。可以设为壁纸，它可以在桌面玩啊，真的假的？可以在桌面玩啊？怎么突然荷兰有77个部队啊？部队怎么突然变多了？77个啊？76。那也太夸张了吧！而且他像跟利比亚一起
联兵呢、欸、哈，永远不会投降，会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荷兰是什么？荷兰是训练有素、战斗野战精英，强化核心，核心省份上限占比例会提高。要怎么看是核心省份啊？对啊，这要怎么看合不核心？哇，原本想说挪威加沙地阿拉伯应该可以把荷兰压回去吧，毕竟加起来部队就超过110个了，结果居然打输了，打输了，你敢信？荷兰到底怎么爆兵啊？兵力超级多哎、欸，维京人没料了，对，维京时代过去了。朝鲜这边是他们这边都一滩死水啦，还敢一滩死水啊？扩张啊，还敢一滩死水啊？这世界上只有混乱，没有和平。赶快把你们的故国拿回来！我要看你们把这个朝鲜帝国给回推啊！上帝在搞，这上帝是恐虐吧？不管啦，嗯，人死的不够多啊！我要看人类就是。从以前学到的教训就是人类永远不会学到教训、嗯、这就是人类学到的教训。伊朗兵力三，意大利兵力一，亲和力、哦、他们两个同盟哦，同什么盟？单方面撕毁同盟。伊朗跟意大利其中一方必须要战到死为止，好吧，这个是怎样打海战啊？一个兵团打三个兵团，你家没人守啊？你怎么派兵出去了？你守城呢？完了，还敢不守城啊？完了完了，63人，哎、欸，他要报了一个部队，36人不够撑吧？他的第一军团被灭了，哎、欸，守住了、欸，哎、欸，守住了、欸。哦，120人完了，撑不住了，这也是120。然后意大利第一军团140人，一直在征兵，重组状态，好像他会根据那个经验值也会不一样哎、欸。我看有刚有一个参加十几次那个十几轮战争的那个强度就很强，哎，又守住了，太猛了吧！伊朗一直不断发动进攻啊，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没有结果吧。感觉他打不出什么所以来。人类不是不会学到教训，是学到的都死了，还没死的都还没学到教训。达西卡尼，确实啊，对，全岛的希望啊，全岛的希望。他们这个岛上这个部队，只要灭了就没了，70多人。他每次只派个部队，要打什么时候啦？41人怎么打、啊？部队人数太少了。哎、欸、啊！怎么自己谈和平的啦？他们自己就谈和平哎、欸，搞什么鬼？啊！怎么自己全部谈和了？啊这边呢？我、啊、这边还在打，这里打到头破血流。敌对国家，一个小岛部队要多少人啊？匈牙利打赢了，匈牙利。解除哦，已停战了啦，他们已经停战了。那、啊、丹麦怎么那个啦？荷兰要称王了吗？我感觉应该是哎、欸，他部队刚才从100多，现在掉到88，这个36，这46，我觉得应该没得打了，看起来应该没得打。对，看来这个荷兰王国还是很有料的。哦，不过这边人很多，我觉得是主要是因为荷兰的这个什么野战精英嘛，跟这个训练有素这两个能力值的关系吧，对吧、啊？因为你看挪威的能力是70弱小，有没有？所以他其实他没有那么多的军队 buff 啊，
攻城略地，骑兵传统，还差四个月就能进攻老大的滑水道了。哎，感谢孟特，感谢。请问这是 UE4 吗？不是啦，这叫地图模拟器。啊，怎么打着打着又啊被灭国啦？难怪没了，完了，匈牙利直接入侵意大利了，好吧？啊，意大利黑手党 Mafia。啊！朝鲜向匈牙利宣战，阿尔及利亚向匈牙利宣战。哎，最后的意大利要守住这个岛屿，嗯，咱们的西西里。呐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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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啦！意大利第一军团一直溃退啊！啊！死了！果然，小打小闹终究敌不过爆了！怎么突然音乐这么的悲哀啊？皮林岛对面有个连队，领队的是一个小女孩，是个虔诚的上帝教徒。每次交手都打不赢那个小女孩的连队，我军持续溃败，该怎么办？幼女战记，幼女战记，帮他播个挪威的森林好了啊？为什么要播个挪威森林？挪威还没灭啊！哇，丹麦居然打起来了、欸。丹麦跟挪威还有沙烏地阿拉伯打起来了，他到底哪的兵力还可以打？哇，阿尔及利亚偷袭，趁他远征的时候直接偷袭耶！所以告诉我们说，墙倒众人推啊！那挪威王国被荷兰进攻的时候，这个丹麦就直接偷偷打过来，但是朝鲜趁机进攻。他跟阿尔及利亚，我觉得这是一换家哎、欸。他们把所有的兵力往这边打，如果能打得回来的话，他可以偷偷把挪威吃掉，然后组织一波反攻的机会去推朝鲜，因为这边应该是没救了吧？哇，各种海战，什么时候玩 MC 哦？啊，等一下工商玩再玩吧。完了，这个本土没了，本土已经没了。哇，荷兰真的太强啦！我看朝鲜好像也是、欸，在进攻的时候战斗力会增加。同盟国家伊拉克自身难保。今天模拟市民吗？没有吧，今天没有模拟市民。朝鲜打到下面来了，46，飞地不可靠、啊，丹麦下了坏手。但是他们的飞地至少还是那个嘛。完了，朝鲜打到下面来了，匈牙利神权国终究还是得来的。就像是数十年前曾经有一个国家叫做土耳其，它也是如此的庞大，甚至一统了整个东大陆啊。但是呢，墙倒众人推，没办法，这也是没办法。哎，感谢，谢谢子欣。啊，怎么音乐突然那么快乐啊？是怎样？我不是选 Epic 吗？突然 Look at love， 突然太快乐了吧？荷兰也要叛乱哦！完了，伊拉克没了。啊，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没事，我们还有飞地啊，1、2、3、4、5，我们还有六个行省。哎、欸，还有一个哪里啊？这不是五个而已吗？1、2、3、4、5啊。哦，这里还有一个6。好，没有了，5了。最后的兵团，丹麦最后的波纹，丹麦。丹麦现在跟挪威已经谈和平条约了啦，
好想看荷兰一个人把朝鲜撵过去哦。可朝鲜兵力也不少哎、欸。朝鲜他是有兄弟，他有阿尔及利亚，对啊，那他们讲加起来其实兵力也很多。匈牙利一个国家就有86个部队，加荷兰是最强，匈牙利第二嘛。哎呦，匈牙利来了，匈牙利87，朝鲜好像有出兵帮忙打啦。对，挪威要被切开了，挪威没了啦。哇，哎、欸，怎么突然一个转回来，沙烏地跟挪威都被清光啦？好快啊、喔！匈牙利91个部队了，紧急动员了。阿尔及利亚应该打不过哦。对，荷兰很强。哎、欸，怎么突然和平了？不要偷偷和平啊！我要看你们打到头破血流，你们给我和平。那、啊、是怎样？哦，伊拉克一。他偷打这个岛屿，哎，哇，不要啊，被偷家啦！完了，伊拉克灭亡了。哎，好扯哦，阿尔及利亚这边也有一个。哇，没了，我们的挪威。我们的北欧三兄弟，丹麦、挪威、瑞典没出现嘛？完了，丹麦王国被压缩了。太岁头上动土啊，他发疯了。我觉得他太岁头上动土了，丹麦被灭亡了。哎呦，阿尔及利亚对荷兰宣战，哇靠，直接宣欸。可是我记得阿尔及利亚跟朝鲜是同盟嘛，对不对？大战了，世界大战。不过沙烏地阿拉伯这里很精彩哦，他有150个部队。他现在有150个部队，不要开玩笑，等他把这边全部清完，一起挥师北上，然后收复这边之后呢，一路向东推进，我觉得朝鲜应该招架不住。两个加起来兵力没那么多。这边原本是中华王国的这个位置啊，中华王国龙之气广山，可是中华王国已经消失了，没了，中华王国消失了。匈牙利对阿尔及利亚宣战，哇，偷打，我就知道你那边谈什么和平，没安好心，匈牙利要出歹机啦哦，匈牙利。可是，哎，荷兰的哦，有了主要部队，哇靠！1234567891011121314，这多少人啊？数不清哎、欸，数不来、欸，这超级多人，而且很多都满编哎、欸，对吧、啊？都是100人以上的部队，满编有200嘛。荷兰兵多将广，嗯，人什么？这什么庙人最多？查清哦，查清就躲在这边啦、啊，没有人去打他、啊。和平嘛，对不对？和平。哎呦，不过北面朝鲜北面进攻完全被击退了。嗯，怎么突然和平了？敌对国家啊，怎么突然和平了？啊？那怎么突然和平？而且哦，有人叛乱了，闽南突然一个叛乱啊！啊！因为沙烏地还没被灭，沙烏地阿拉伯还在这边呢。他们那个荷兰的哦，这是利比亚，小岛战争。哇，哎，各种叛变，汉格洛，对，查清也宣战了。他们知道邪神在搞，没有，他们自己有欲望，那个欲望。迫使他们不断的怎么讲，互相膨胀，想要攻击对方，试图把对方的领地拿下来。内乱了，版图变大就是内乱的开始。荷兰150个部队，我们看一下，目前荷兰呢国力970，
利比亚偷偷偷袭，可是利比亚我觉得偷袭应该没料啦，就算即便说荷兰大部队在下面，但是光他们那个荷兰故土的部队就可以把利比亚 给平推出去了、哦、可是荷兰现在呢，他就是在内乱的时候，你看哦，他敌对国家沙特阿拉伯，为什么两个沙特阿拉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国家打他。库里亚德，完了，哇！等一下，荷兰兵败如山倒啊！残存亦末路，哇塞！哈兰又叛乱了、啊，丹麦复国了。啊，这个不是丹麦啦，这不是丹麦的国歌，啊，丹麦直接复国，哇靠！果然啊，我就最喜欢看这种事情发生了，好舒服哦，嗯，好舒服哦，哎，这个蛮有意思的，我们这个正式版之后来玩好不好？他现在只能玩700年，而且。有些东西不能用，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看他们乱打一通，挺好玩的。